来，车子开过来。哎，北斗神拳也有车子可以开哦，不如造一辆车比较快，所以这也可以飙酷一下的意思哦。飙酷车神，如果帮别人修，最终还是要还吧。如果拥有自己一辆车比较方便。立功会为啊，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回收废物回收区啊，所以我现在落魄，大家来这种地方，所以他现在是要打造一台自己的车子，传说中的改装实测，现在就要开始进行啦。那我是不是要做一个直线测试赛道？哎呦，所以这一次是经典跑车款的老爷车，我来等一下大改一下啊，去对面的酒吧看看，小弟弟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他很喜欢车，老爷有台车可以。可以让我看一下吗？所以他干走这台老爷爷的车子啊、哦！哈哈，等一下就把你干走。等一下改最贵是吧？好，我们就给他改最贵，改装实测，车身还有引擎还有消音器都可以用，但似乎无法开。这个老爷爷会开这种有铆钉的车子，你骗笑哎、欸！你看那窗户上面有那个铆钉啊！你说你喜欢车，看起来没骗人，开着开着就突然完全没反应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大改这台车子的啦，爆改加生锈。哎、欸，对吼，这台车就是生锈风格啊！不要啦，我要那个烤漆，电镀色还是土豪金，轮框裂爆啊！一下好了，可以帮我把他赶走哦。还有那个附带条件啊，坏蛋一，这个坏人的那个名字叫坏蛋二，这一次要给我们多少好处？好，你这个小嫩逼，小屁孩又那个了。你看小屁孩又把事情丢给我，管真的是黑粉啊！好，来来来，不要再骚扰老爷爷啦！看来你们不知道我这个北斗打爆你的头的拳，你们马上就要死在这边了。二汉 VS 二汉。VS 歹徒，吼吼吼吼吼吼！托你屁眼！我炸！哇，肚子变好大哦！直接就这样爆了，他们都不会觉得这样爆掉很奇怪吗？哎、欸、呀，他瞎软脚哎，这个也太好笑了吧！这是什么？密孔幽拳，吼吼吼吼！哎，他那个招式很多哎、欸，超像人中之龙的好不好？几乎跟人中之龙一样，只是那个招式变得非常的热血啊，超级连续技啊！这个双手，这个人会爆奶。好，我们就把车子给他了，轮胎、刹车还有油箱，另外还有燃料、哦、，OK 的，去干其他车子的轮胎就好了。废料店看看吧 ，Hello， 零件都找好了、哦，价格稍微高一点没问题吧？有问题，你黑店啊？屁啦，最好没问题。哎、欸，你又来了，多少钱？哎、欸，一万一耶！你去抢钱好了，我身上有多少？五千，我要买，我要买，手上钱好像不够，我们钱不够。哎、欸，超贱哎、欸，那我们要去哪里赚钱？我问问他好了，问他，哎、欸。卖装备啊，我有东西来卖一下啊。哎、欸，卖份就有5万块哎、欸，简单嘛，四季末级肉干哎、欸，这干嘛的、啊？好，卖掉卖掉，来买东西啦！我现在大富翁啦，小钱呐，哎、欸，买好啦，把身上的一块肉，哎、欸，那个不知道是敌人的肉吗？敌人爆掉的肉啊，直接拿来卖掉哎、欸，卖5万块、欸，傻傻的，没有汽油啊，加油站啊还要想，不知道加油站有汽油吗？95000汽油，哎呦送的哦，这个他。去那个外面偷来的，所以他不敢收钱了、啊。我会用低价帮你加油，这一定是黑店。走，我们去改装一下我们那台爱车。改装店在哪里？是我这样已经改好了，马上组装哦，大改哦。所以这个等于是我的小技工啊，他在帮我改东西。来，几秒几秒，直线2公里测试啊，寻找荒野中的代步工具，完成 clean。我开一下，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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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比赛嘛？跟你讲，什么不强？有没有开到车子的东西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场地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这是赛车游戏哦，他做超像赛车的哎、欸，北斗神拳跟赛车有关联啊！哎、欸，参加比赛要2500，好，2500给你给你，小气巴拉的，参加比赛要钱，太可恶啦！哎，别别别别别别，我们现在藤原阿金开始要比赛了，321，按下去，弹射起步啊！哎、欸。欸，他们有弹射起步，我没有欸。欸，没吃到加速，走开啦！欸，超难操控的啊，这台有没有？
轻轻松松第一名啊，想要跟我比，我飞，怎么没飞起来？我在飞，是不是？毫无难度啊！有没有任何游戏只要有赛车，我的强项中的强项啊！会甩尾，甩尾模式哦！我冲！他 NPC 强一点好不好？这样才有难度啊！赶快！啊，太小看我了哦！轻松 finish， 第一名权势狼，第二名宝丁，第三名卢卡斯杰克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就给他用力按到1000个喜欢。然后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